你以为我要吻你啊？此不料也。那可是冷血的周扒皮。谁给你的权利对老板指手画脚的？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表现。我先出去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运不得入内。夏总，听说无限的副本项目要启动了。想要做游戏副本的那个，首先要有个男人肯定。策划案写完了吗？没。那个是邢韵男朋友吗？啊，对啊。夏总，这是不是您爱吃的口味啊？我们夏总嘴这么刁，他喜欢吃一顿吧。尝服务员，我要撤了。做我女朋友，果然是个情场老手。女员工谈恋爱，老板帮着放单。做女朋友这种要求能随便答应吗？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干嘛处处和我作对啊？我只是不想让他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。邢韵小姐。你喜欢他啊？你不会有喜欢的女孩了吧？我之前就没发现，我会这么喜欢他。